大家好，我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。政府终于在较早前宣布会用250亿去成立抗疫基金，支援香港社会的各阶层。暂时现在细节是欠奉的，不过我们看到有些重点，就是包括有些行业，例如说飲食業啦，例如話零售業啦，例如話一啲嘅旅遊業咧，都會得到一啲支援。呢啲細嘅鋪頭咧，都會攞到80,000蚊嘅津貼。食肆咧，甚至乎攞到200,000嘅津貼嘅。咁我哋都有同業界去做一啲嘅溝通，佢哋都歡迎呢個津貼嘅措施。不過佢哋一個訴求啫，就係最緊要錢要快批快到位，真係做到及時雨咧，就要快啲批快啲到位，千祈唔好做完一大輪行政關卡，審完之後錢都未到位，間鋪都執咗，咁就冇意思噶啦。低收入家庭都會得到5,000蚊嘅津貼，我哋都要求政府千祈唔好再發生上次派4,000蚊派到一鍋粥咁嘅情況，一定要吸取經驗教訓，唔好再有咁多行政關卡。最後一點咧，就係我哋一路都講，希望要幫嗰啲呢段時間冇公開或者是放冇薪假的前線職工的朋友咧，亦都要求他哋有一些援助和支援。我哋會繼續為大家跟進。同時間，我哋希望咧，嗰啲中小企攞到一些津貼之後咧，都能夠處理到呢些職工的訴求。希望大家咧共度時間。